如果你喜欢小巧而精美的电脑主机，就不要错过这一期视频哈。那我们现在要装的这台机器呢，是一个万元 ITX 主机。来简单的看一下这套配置，这是一台 i7 11代加3060Ti 的酷冷至尊全压头。再来看一下这个机箱，那这款机箱呢是来自酷冷至尊 NR200P 哈，是一个高配版。那这款机箱呢有6款颜色可以选择哈。那放在我面前的这一款呢叫珊瑚青，就有一句话可以形容它哈，就是绵羊放了山羊皮，既骚气又洋气哈。我感觉这款颜色只有我能驾驭得住。那这个机主呢选了一个比较沉稳大气的黑色哈，这一款也可以哈。好了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装机吧。那这个主板呢是华硕 ROG 猛禽哈 B560iGaming， 是一款标准的 ITX 小主板，小归小，但是这个价格一点都不便宜。那这个 CPU 呢是 i7-1170 哈。内存用了这个2条海盗船8G 3600，装这种机器啊是非常快的，我5秒钟就可以装完。硬盘用了一个 PCIe 4.0 的西硕 SN850 500G。其实这一块主板也可以装2块这个 M2 硬盘哈，其实它的这个背面也可以再加一块的，而且背部也有好多这个元器件，就是在装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，后面那个也不能碰到。这个机箱也拆一下，装机是有风险的哈，幸亏我皮糙肉厚哈。这个高配版的这个机箱啊，就多出来2把风扇，还有这个显卡束装，还有一个侧透的这个侧板哈。等一下我就给它束装。还蛮贴合的。那这个电源呢是一个 SF 叉哈，就是小电源，650瓦，金牌全模组的，但这个价格1瓦1块多。那这个模组线呢，我们就用多少插多少。那这个水冷呢同样是酷冷至尊，所以说这一套叫酷冷至尊全压冰神240哈。水冷就 ITX 主机有很多种哈，但是可以装水冷的这个 ITX 还真的不多，而且是兼容这个大显卡。我先比对一下哈，免得尴尬的一下，这样放是没有问题的。粗一点规矩。装上水冷，相当的紧凑啊。好了，这个该装显卡了啊。那这个显卡呢是索泰的3060Ti天启，
因为天启它这个风扇里面是会发光的，所以我感觉竖装起来应该是非常好看。我先试一下。喂，哦，还是常见。先把这个显卡东西放一下，这还有一个梳妆线，那这个梳妆线呢也是即将里面带的，请等我查。来一把，也是相当的紧凑啊。最后呢还有顶部的两把风扇，这两把风扇也是即将带的，装这个也是比较简单。先把这个侧盖装一下。这样就完工了哈，我们先通电看一下。那等一下呢，我再把这个侧板给它换成侧透的。我们隔着这个防尘网已经可以看到这个灯光了，下面是两个水冷啊，这个是显卡，有一种梦幻的感觉哈。那如果不换侧透的话，就是这种效果，其实也可以哈。那我们把这个侧盖的换一下哈，换成这个侧透的，看什么效果。好了，那这个侧板侧透的这个侧板也换上了啊，等于说是多了一个侧板。再开个机来欣赏一下啊，这样还是非常漂亮的。这个索泰的天启这张显卡梳妆还是蛮漂亮的。好了，感谢来自海南五指山的朱先生对我们的支持，五指山啊，非常感谢，拜拜。